典140周年纪念活动，奔向共融，香港特殊马拉松2011现在开始。而家进场嘅系小丽嘉宾同埋校友，佢哋包括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苏林祖尧教授、S.F. 考考尹燕庄学员、中华三院青金荣誉大使杨千华小姐、考手陈建恩学员、2004雅典奥运女子排球金牌得主张平小姐、考手李丽婷学员。香港傑出運動員蘇華偉先生，考手歐嘉良學員；東華三院主席梁定宇先生，考手車志永學員。東華三院一直致力咁促進同埋建立共融嘅和諧嘅社會。在過去嘅幾年咧，我哋非常之注重智障人士嘅體藝兩方面嘅發展，將會有1000名嘅健兒，加上咧係我哋嘅陪跑嘅人咧。一齊咧係會完成3公里長嘅馬拉松，係一個非常之有意義嘅活動嚟嘅。運動最好嘅好處，除咗係話去健身之外咧，其實係鍛鍊我自己嘅意志嘅。咁希望大家今日除咗比賽之餘咧，好好 enjoy。全城起動，預備我哋呢一個嘅特殊馬拉松嘅起跑。首先嚟翻出嚟合照，呢個係一個歷史嘅時刻。有請東華三院主席梁定宇先生為我哋主持開跑儀式。我而家宣布，奔向共融，香港特殊馬拉松2011賽事，而家倒數抖抖向前跑，個個都無懼寒冷嘅風雨，個個喺起跑點都向我哋嘅主席、主禮嘉賓報以熱烈嘅歡呼。好，請繼續向前跑，避免撞到後面嘅運動員。去啦去啦去啦！好，請繼續出發。繼續出發，我哋以熱烈的掌聲去到送上祝福俾我哋每一位嘅健兒。大家都十分之熱情啊！相當熱情啊，各位。冇錯，踏過地氈，繼續就正式開始啦！好，出發。为障碍奋力远飞，爱终点全力去，今天你请跟我替足无限，歌声里掌声里熱烈诚与关怀，沿途上有你结伴能关怀，夫妇里分享爱得到了每个支持高呼，拼尽去闯，一起发放光芒，化成力量，向着前去，充满每个障碍，一起去以拼劲再度去闯，歌声响遍跑场，一起激发出能量，笑着同往，心充满希望，凭这信念，这份决心，勇往直闯。为障碍奋力远飞，看终点全力去，今
天你请跟我替做无限。当剩女想剩女已成于关怀，沿途上有你结伴能跨过，夫妇侣分享爱，得到了每个支持高呼，拼尽梦想向着前去，冲破每个障碍，一起来以拼劲再度去闯，歌声响遍跑场，一起激发出能量，笑着同我心充满希望，凭这信念这份决心拥抱风采。无惧为障碍奋力远去，看终点全力去，今天你只跟我继续无限，歌声里掌声里已热诚与关怀，沿途上有你结伴能跨过，夫妇侣分享爱，得到了每个支持高呼，拼尽去闯，前去，冲开每个障碍，一起来以拼劲再度去闯，歌声响遍跑场，一起激发出能量，笑着同我，心中满希望，凭这信念这份决心。为将来奋力远飞，我终点全力去，今天你请跟我替做无限，当剩女掌声里已热诚于关怀，沿途上有你结伴能跨过，欢呼里分享爱，得到了每个支持高呼，拼尽去闯，向着前去，冲破每个障碍，一起来以拼劲再度去闯，歌声响遍跑场，一起激发出能量，笑着同我，心充满希